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欲言又止的 Ya Studio， 我是梅子 Tommy， 大家好，我喜欢是鬼游。那上一集我们加奈就跑到了学校的里面，然后遇到一个小男孩，然后跟我们讲了一点事情。那我们现在就去追加奈吧。大量的人包围了起来，无论多少次，都像是看怪物里的怪物似的眼神。于是有个人开口了，将鬼杀死，然后马上扩散开来，众人都叫喊起来。已经不明白他们在说什么了，完全是没有意义的诅咒大合唱。到底持续了多久呢？有一个人手持木棒向我打来，然后人们纷纷效仿，用各自手持的棒子向我打来了。其实这样感觉跟明美她很像耶，就是啊，为什么这里突然空气变得沉重起来了？警惕一点比较好。哦，足球场吗？一旦进入学校将无法返回，要进入吗？我先记个路，储存。后面都没有东西吗？今天学校好小哦，还是这只是大门而已？好吧，就进去了。啊，哎，怎么回事？身体就像是被打过一样，痛。痛，好痛！住手！这个气息是……那家伙和说的完全不一样啊！对方还是对我杀气满满的、啊！可恶！要怎么办？要去哪里啊？等一下，鬼姬是讨厌什么东西？他叫我说不能带鬼姬讨厌的东西到学校，是铁管吗？对，好，这样应该就可以了吧？哦，因为鬼姬被木棒打，所以对铁管感觉有戒心，是吗？没有啊，这是一样的东西啊。打不开，好吧。突然大叫，鬼鸡的的，有谁在那里吗？人偶？没有吗？哼，还真是个无趣的闲事啊！明明有那么多诡异的传闻，结果还不是什么都没有啊！如果有个牌子或是签子什么的系在这里的书上的话，至少还能扒一个回去当做证据。人偶？这还真是有够破旧的。嘿，说不定这就是传说中的中大奖。加奈这家伙给我看好了，要让你这家伙知道我跟那些只会动嘴皮子的家伙是不一样的，因为我找到一个绝对有力的证据。哈哈哈哈，他就被鬼姬盯上了。我真的觉得其实真的是间接去骚扰到鬼姬了。渐渐，刚才那是过去发生的事吗？还是说只是一个梦呢？手电筒不亮了，点不亮，是坏掉了吗？但是
还是看不清楚的路现在已经能看清了，是因为眼睛习惯了黑暗。话说回来，虽然不太清楚，不过这样就算没有手电筒也可以进行搜索了。总之要马上找到加奈。这边有东西吗？我觉得这种鞋柜应该都有东西。啊，鞋柜好少，26、8个鞋柜，安装着刻度锁，密码。先看一下吧，上着锁，重要的通知之类的纸贴在上面，贴着一张奇怪的纸。这是什么？上面的点点点是密码吗？4 1 2 3 4 5 4 5 3 4。只为了订一张纸，用图钉的数量实在太惊人了。试试看吧，搞不好是4 5 3 4。先记录。这里，4 5 3 4。不对，反正上面应该是有什么秘密吧。它这个应该是指后面，可是后面没东西啊。算了，我们先去其他地方搜索好了。都上着锁。后女厕、洗手、拖把，仔细一看，这个折断的手把是用胶带粘起来的。作为道具的话，实在是派不上什么用场。什么也没有。哦，这种开门的方式好机车哦！什么都没有，好吧。我以为这种开门的方式多少会有点好玩的东西发现。你呢？什么都没有。好吧，那另一边呢？另一边会有什么东西吗？这里一样上着锁。这里呢？上厕所。怎么都没有办法打开啊？哦，二楼。也都没有。奇怪，那加奈是跑到哪里去了？每一间都上厕所，所以应该不太可能吧？还是说他进去之后又反锁了？存档。哦，这是什么？手太高了，勾不到。有什么东西可以勾吗？一间一间这样开，让人倍感压力啊！这两间呢？好，都没有。刚刚一楼有那个，这个长柄拖把应该可以拿来勾东西吧？哦，不行。看来是要拿别的了。三楼呢？哦，桶机，水桶，顺便看一下，都没有。厕所这么好玩的地方，你居然什么都没有放，坐着你在搞什么啊？真的是放一点吓人的东西嘛？不然你知道我会词穷欸。一样上着锁，都上着锁，好吧，应该都打不开吧？对啊，你看我突然不晓得我要说什么，哎，这边就下去了，去拿桶子，应该是拿来垫脚的吧？我在想，水桶，已经过了快10分钟了，我却一点进展都没有，这样会被爸爸们念的。是职员室的钥匙，已经没有在使用的必要了。好，存档，终于有一点进展啊、哦！什么东西？玻璃碎掉的声音？莫非加奈他？加奈，哎，加奈，你怎么不理我？你刚刚为什么要上去啊？上去看看哦。上着锁，没有东西。他刚到楼上干嘛？楼上就顶楼而已，不是吗？
小奈，你怎么了？不对，这里是二楼。我觉得他应该到一楼去了。小奈，看到了。打不开，打不开，打不开啊！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小奈，佳奈，等等，佳奈，冷静下来听我说。现在鬼姬就在这所学校里，他好像在找什么东西。把这个找出来后还给他，一定能让他平息下来的。所以，不要，怎么了，佳奈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全部都是我不，全都是我不好，全都是我的错，全部的，全部，全是我错，全是我的错，一切一切都是我的错。我是抱着好玩的想法才把才到，等一下，我是抱着好玩的想法才到你这里来的，也是抱着好玩的心态把你的故事告诉了大家，没有想到事情变成这样。我不想死，我怕痛，对不起，拜托了，对不起，我不想死，拜托不要杀我，我还不想死，好可怕，好可怕，我不想死。你干嘛拿菜刀？我不想死，不想被杀，所以你去死吧，去死吧！江太发疯了，他要干嘛？江太变得好奇怪啊！江太，你还好吧？所以我应该怎么办？哟，他怎么？你怎么可以跑这么快？跑好快哦！我觉得佳奈应该也是，就是跟健介一样，就是也不是跟健介，就是跟修第一次就是一样，就是被鬼姬给迷惑的那种感觉。打不开，还好，敲不开，他不会把玻璃打破吧？啊，好像走了。图书馆的钥匙，这里吉原是可以找到些什么吗？放着纸条，吉村老师，理科室的钥匙借我一下，未经自己解除了暗号，可以吗？三年每堂一宿，理科室的钥匙，什么暗号啊？有听没懂？重要事项，最近常有学生擅自拿走教室的钥匙的情况发生，以后只能解开密码的人可以取走钥匙。在钥匙保管处旁放着密码的纸张上记载着取出钥匙的密码，请按照职员会议上教的解法解开。禁止抄下关于解法的纸张，或是直接把答案写下来。为了保证学校的生活安全，请务必理解。老师对于这种老土又麻烦的事情还真是上心。所以，从纸页中散落出来的文章用了订书机订上了纸鸢式的暗号。物品，第一页，这大概就是什么烧掉的惩罚吧。一步一步一步。第二页。第三页，第四页，这个密码感觉好奇怪，这个也要被轮盘锁锁着。那这跟那个密码有什么关系吗？理科室的钥匙他已经擅自拿走了，所以先记录，必须把密码解出来。四页的文章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先往图书室前进。图书室在哪？不是这里。物品。职员室，图书室的钥匙，二楼。这里吗？先记录。图书室，放着一本书，要读吗？梦野久所住的名为
平，这字是劫吗？还是平级地狱？这个点字我看不懂。打开的这一页在文章的几人是看到的纸是一样的，只是顺序和原文不一样。物品3 3 1 2 4，是3 1 2 4吗？试试看哦。可是我觉得我这边先调查一下好了。他们图书馆也好小哦。我记得我大学图书馆都超大的。哦，点字，盲字特辑。等一下哦，楼下的那个，数字用盲文来表示，由于会和假名重复，所以把束缚标在前面，在束缚的后面可以将数字从最多四个点为一组进行。束缚？怎么办？我看不懂。图书委员通知，说起来静静也是图书委员来着。我看不懂那个点，那个东西。怎么办？我突然觉得我自己像白痴，我还是认命去找攻略好了。好了，我刚刚去看攻略了，然后他的密码好像是6247，我打开了，这是人偶的躯壳，人偶。是鬼机要找的东西吗？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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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真的不得不说，渐渐其实很小屁孩。住手吧！住手吧！不要再缠着我了，我跟你道歉，求你原谅我。来不及了。我真的了解，渐渐其实是有原因的。鬼姬并不是无缘故杀了他，人偶的躯壳还是打不开。好。先存档，然后，刚刚有重新排序过了，然后看一下，先储存物品，3 1 2 4，3 2 4，教室的钥匙。家庭理科室的钥匙，音乐室的钥匙。真的，你不要来这么急吗？你这个 AI 好高哦，不会卡住哎。不对啊，要跑哪里去啊？好了，我们这一集先到这边结束了。希望大家喜欢我实况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不错的话，可以在影片下方点个喜欢。想要接收到最新的影片资讯，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。有任何意见，欢迎留言在下方的评论板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喽。